师傅，从前和你一起去西天取经的，除了白龙马之外，还有谁呢？还有我的三个徒弟。我做不到。我所做的就是所谓的正义。神剑啊，处理掉他，杀出天宫，我们有机会的。意乱天界者，孙悟空已伏法，他也是取经回归的功臣，为什么也得不到宽恕？